就一天不看儿子，用天做儿子再来就是天就行啊。提前保险买的就是账户做的公司，就是有这个基金的关系。这对银行学的也讲究，这公司是因儿子说生产他自己啊，他们都有一些孩子结婚。来呢，我们是来又介绍一个，我们老早人发起来，我们有几个我们忘记说。有农民忙的多，不行，你搞起头，我们也得当家。这个基金还是你交的，这个当家的交的。其中就是，要说我们国家要是没安好，我们搞不到。安好我们国家，它只有外地土匪搞的多。这个是谁领导的？是明年我们搞不起。明年我明年搞不起，是啥子？这我有土匪，他有房子，就有钱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领导搞的我们是政府要搞的。你农民啥子没不行，如果说哪个时间哪个时间爱情不重视地方，啥子有些地方，哪个马上就来东西的东西，然后搞起来农民这边，你们搞起来要搞东西，好在你搞东西的时候没有些人家东西，是吧？你有些人家有脾气，就是你有脾气，明白吗？你不得这个多少钱上，你就是你不管多少钱。这个怎么好？是因为多少企业都考虑就自己落地，我反正就买新的，应该就是如果说什么品种是带过来的，如果老早可以买就带。如果有些地方是危险，有些我在营业的时候跑的单，跑到后面领导那个工作单位那个地方去，多少方面都是忙不过来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大家觉得我弄不好，不是，还是跑到后跑到后后面买的时候就是来不及我。这个这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东西你们要知道。像我们家没有什么搞到的出钱啊，这个公司可以干什么？啊，反正这边搞的是这些，都是方面的搞的东西。有的些老公搞起应该忙活不起，这些搞没有一定的能力啊，或者这些来这个公司的人承受不起。我这一年在上班多少时间了？我们他们也不起，忙活不起，他再搞什么？感觉一个月工资变还是很高。如果经营公司，我说你好不容易搞出来的利息，你拿过来就给你那个入股权利，你不晓得拿过来就完全是这样。我那个马上他这边我们再说，我们不到就是你就，如果拿过来搞出来的利息，你就起来，不就给你补贴？你给你补贴的，你不就虽然我再拿了钱，我就不就给你这些啥东西？我那个我完全来他们做事的些，我经营的就是起，你给你这打起。就这样，估计明天就是老领导到你，银行在银行用户都没得东西，也没有什么，他们感觉这样估计没得了，就是今天还有什么大事情？应该在老领导手里面垂钓是吧？银行这种东西，如果发起请求的呢，那大家都马上暂时到上面去了。反正这样就说，等一下，那等一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